哪儿响了这是？对呀、啊，刨根问底儿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刨根问底儿栏目组的蝈蝈。不是，蝈蝈，竟然我一个人来蝈蝈啊！你怎么跟你搭档都整没有了？老杨呢、啊？你自己在那瞎跑什么呀？没有没有，是这样，老杨哈，作为我们刨根问底栏目组的副组长，被我这个组长派出去搜集明星的各种消息去了，所以今天我一个人给大家来刨根问底哈，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。哎呀，但是我你干嘛来了？你在这我有点不放心啊。你来了我更不放心。旁边坐这老些人呢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觉得没有安全感？没事，我陪你一个。老杨不在，没不要紧。哦，啊，还有小杨在吗？是不是？啊，小杨在吗？对不对？啊、小杨、啊，你说了、啊，你想跑什么你就问。那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往深了跑，对不对？对。先来跑一跑。谁？张小飞，来。好。张小飞，请接招。哎呀，我听说哈、啊，在这个新校里，在整蛊片送花这环节当中，你都把人两口子给整矛盾了。有这事儿吧？有，你实话实说啊。实话实说，怎么回事啊？拍这个小短片的时候，就是给一个女的献花啊，我没成眼的对象就急眼了，差点没给你整黄了。你还真就别说，我